普京又出手了，就在乌克兰高调声称已经占领俄罗斯1000多平方公里领土，俄乌关于库尔斯克争夺战激战正酣之时，普京却悠然自得地开启了出访阿塞拜疆之旅，就是那个前一段时间暴打亚美尼亚夺回纳卡的阿塞拜疆。在俄乌战事正在激烈进行之时，普京此时突然出访阿塞拜疆，其实却有着一箭双雕的目的。大家都知道亚美尼亚曾经是俄罗斯的小弟，但是自从2019年这个亲美总理帕什尼扬上台之后，和俄罗斯的关系急转直下，尤其是眼看俄罗斯陷入俄乌战争泥潭，帕什尼扬就以俄罗斯对亚美尼亚援助不利为由，多次炮轰俄罗斯，并且已经公开投往美国的怀抱，对俄罗斯多次大放厥词，俄罗斯也就忍了。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并且还多次发出威胁，声称要退出俄罗斯主导的吉安组织，弄得俄罗斯颜面无光。在俄乌战争正在激烈之时，亚美尼亚的亲美总理此时发出这种言论，很明显这就是在落井下石打普京的脸。不过亚美尼亚这个亲美总理虽然选择抛弃俄罗斯，并摆出了一副决绝投向美国怀抱，但是并没有从美国捞到任何好处。在2023年阿塞拜疆打响夺回纳卡之时，正是美国大兵在亚美尼亚举行军演之时。讽刺的是，美国大兵直接无视了阿塞拜疆对纳卡的争夺，任由亚美尼亚被阿塞拜疆暴打，根本没有敢打一枪一炮，这也让亚美尼亚想把美国拉进来，替亚美尼亚挡枪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但即便是这种情况下，这个亚美尼亚的亲美总理仍然还执迷不悟，今年竟然再次邀请美军访问阿塞拜疆，并且释放出了要脱离吉安组织的言论。在美国眼里，谁对俄罗斯不好，美国都举双手赞成，所以对于亚美尼亚主动上门投怀送抱，美国自然是求之不得，派几个兵又没有什么风险，况且又能恶心俄罗斯总统普京，何乐而不为呢？对于小弟的造反，如今已经获从俄乌战争当中缓过气来的俄罗斯自然是心里不爽，如今这一次普京突然高调访问阿塞拜疆，并且受到了阿塞拜疆的热情招待，这也是普京直接在敲打亚美尼亚，你小子吃大哥喝大哥，关键时刻背后捅大哥，对这样的反骨小弟不教训一下看来是不行了。你不是要造反吗？那好，我以后就多照顾照顾阿塞拜疆，有你好受的。普京出访阿塞拜疆，在敲打亚美尼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告诉美国乃至于整个世界，俄乌战争尽在掌握之中。果然今天伴随着被普京出访阿塞拜疆的同时，俄罗斯国防部也发布了最新通报，这次出入库尔斯克的乌军已经被歼灭高达3450人，这还不算被俘人员，如果包饺子战术持续下去，那么等待这个乌军的恐怕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美国和北约为乌克兰提供大量援助，甚至亲自派雇佣兵参战的情况之下，这次库尔斯克战役仍然没有能够取得决定性胜利，并且直接被俄军在户外时刻包了饺子，这也让美国和北约纷纷打起了退堂鼓。而普京的出访无疑是隔空给了美国和北约两个响亮的耳光。大家想想，如果说乌克兰真的在俄罗斯境内如入无人之境持续向前推进，那么这个时候普京还有什么心情出访呢？而普京在此时信心满满的出访阿塞拜疆，恰恰证明俄罗斯库尔斯战役的主动权已在掌握之中，乌军对库尔斯克以及比尔格罗德州的空袭行动根本无法改变顿巴斯战场上的战局走向，只能是加速乌克兰的伤亡罢了。这就是高手过招，无形中杀人于千里之外。目前库尔斯克战役还在继续，乌军精锐特战小分队的渗透被俄军遏制，网上流传出许多俄军设伏摧毁乌军小分队的视频，在俄罗斯定居点打卡上传到网络的乌军网红纷纷被俘虏。乌军三个机械化旅进入库尔斯克，开始在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构建防御工事。库尔斯克的乱象暂时平稳，一，乌克兰没有实现战略目标。目前乌克兰发动库尔斯克战役的目的越来越明确，一是占领俄罗斯领土获取筹码，扩大国际影响，撕下俄罗斯无敌的伪装，
二是突击占领库尔斯克核电站，以炸毁核电站制造危机为条件，与俄罗斯谈判从乌克兰东部撤军。但目前来看，乌方只实现了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远未达成。美国驻欧洲陆军前总司令霍奇斯表示，乌克兰给西方国家做出了一个表率，那就是在无人机全面扩散使用的情况，还有能力组织如此大规模的行动而不被敌人察觉。当然，俄罗斯总参谋部不认为乌克兰敢发动进攻，忽视了相关情报，也是一个因素。这次乌克兰在库尔斯克方向的袭击，正是俄罗斯所谓的底线和红线已经不再存在，驳斥了俄罗斯将升级使用核武器的担忧。西方媒体透露的消息显示，这次突击库尔斯克是由北约驻乌克兰司令部策划，由北约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卡沃利将军直接指挥。根据俄罗斯方面公布的消息，这次侵入俄罗斯领土的乌军相当一部分是北约军队，包括法国、波兰、立陶宛军人，甚至还有匈牙利的一个雇佣兵组织。更值得关注的是，俄军缴获的乌军装备显示，有些装甲装备在七月底刚刚运达乌克兰，然后开封启用。正常情况下，这些高科技装备都需要一定时间的训练才能熟练使用，因此操控这些装备的大多是来自北约的士兵。这些北约士兵很多头戴纳粹德国的头盔，使人怀疑目前北约各国已经公然与极端纳粹勾结在一起。二，没必要用战术核武器。无论是西方媒体还是中文互联网，都在讨论乌克兰侵入库尔斯克到底有没有触及到俄罗斯的红线。简单说，所有人都在观望俄罗斯会不会针对入侵之敌动用核武器，这是研判战争性质的一个重要标志。自从库尔斯克开战以来，俄军平均每天毙伤乌军300人，这个数据相比一万多人的乌军并不算高，就算每天都有这样的战绩，也需要四五十天才能完全消灭对手。不过考虑到乌军分散突进，很难集中歼灭，能够有这个战绩也说明俄军在全力围剿。随着俄军优势兵力的围剿，乌军已经没有机会扩大占领区，所以炸毁了库尔斯克地区塞姆河的三座桥梁，一是阻断前线俄军和平民的撤离通道，二是阻止后方俄军奔赴前线。不过俄军依然通过架设浮桥强行渡河，果不其然，俄军渡河部队遭到乌军海马斯导弹的袭击，也造成了损失。为此，俄军出动控天军和卡52直升机，频繁打击乌军在库尔斯克的海马斯作战系统，取得明显战果。面对优势俄军，乌军只能收缩防御，这当然会提升对抗俄军的实力，但同时也会给俄军使用航空炸弹的机会。1500公斤的航空炸弹，杀伤范围100多米，乌军很难防御。从实战角度看，目前温压弹和航空炸弹造成的打击效果已经足够实现俄军目标，局面并没有发展到必须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地步。很多人在期待俄罗斯使用战术核武器，其实俄乌战争中由于无人机和导弹的大规模频繁使用，已经很少出现大部队集群的场面。在敌人分散部署的情况下，即使使用战术核武器造成的杀伤也有限，反而会导致俄罗斯在国际上面临更多的道义谴责，这就是俄罗斯一直没有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重要原因。三，俄罗斯行了吗？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方面似乎在思想上一直没有意识到俄乌战争是美国北约要肢解俄罗斯、摧毁俄罗斯的一次战略总攻。面对这种深度的生死对抗，讲的太多只能让对手感觉到色厉内荏，是虚弱和无计可施的表现。面对美国北约的步步紧逼，做好战争动员，摧毁敌人才是最好的红线回应。面对盎撒人，打败对方就有红线，如果被对方击败，元首的卧榻也不存在红线。